再先等一等已经有入门的，再一等就很难入境可同。曾经获得日本唱片金鹰奖的影响，以及唱片大奖的金鹰奖等大奖。在日军籍上的村长和铁花庄两首歌曲在日本也很受欢迎。邓丽君已经和日本华丽多唱片公司又续约了一年，在国内的音乐展期当中将要参加。